大家好，我是 Pro Gaming， 然后今天我们要玩 Clash Royale， 只是今天我没有跟我的表弟，我有跟你们介绍，就是我的 Elite 啊，就是呢 Elite 啊，然后我 drop 了很多 trophies， 是，大家，我刚刚在玩这一下 Clash Royale， 我拿到 legendary chest。就是我 complete 那些 quest 啊，就给我一个 legendary chest。所以今天我们就是要来开 legendary chest 啦。然后，这个 video 应该会很短，只是会开 legendary chest， 因为等一下我要去做一下东西，所以呀，所以现在我希望我可以拿到，可以这样看一下还有什么东西还没有。OK， 那如果还不可以拿到，虽然我拿到每个来，只是我很不希望我拿到我已经有的 legendary， 所以这样子啊，所以一、二、三，boom， 哎，很累。什么 legendary？ 浪不着。Lumberjack! Yes! Yes! Oh my god! Oh my god! Oh my god! 对不起大家。Oh my god!Oh my goodness. Oh my god, 我真的没有想象到我们可以拿到一个 lumberjack. Yes. 所以如果因为我的你看我的钱已经要到4000，然后那40000，如果你懂的话，在 Hotmart 只有在 Hotmart 以上的人啊，才有机会在 Shop 里面拿到 Legendary 啦。然后，如果我在 Shop 找到 Legendary， 我一定会拍那个 video， 因为我要做一个 Full Legendary Deck， 所以 okay, 你觉得我要在这个 Deck 啊？然后今天的 video 就到此为止，如果你喜欢记得 subscribe， 然后拜拜，share 给你们朋友看。